重大集合现在开始啦！欢迎收看重大集合，幸福儿的中天上班好，杨新腾。巡回录影啊，是永和倒是很少来啊，真的是啊，就在隔壁邻居一样啦。新北市过个桥就到了。对，而且介绍我们今天来宾有郭宗耀、刘雪、新龙、吴尊、林玉书、郑志奇、张文琪。哇，今天的阵容相当的好。安排什么样节目给观众们欣赏？哎呀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永和这是好地方。我当初退伍之后，我就住在永和，我住了四五年。所以这回到这里，我就住在这附近。对对对对，我剩不爱宅爹了。我看很多人到台北奋斗，都是先从中和土城啊、永和、板桥啦，对不对？我是从中和那边住过来的，真的。你有住过中和？中和，我还在电子工厂上过班呢。你上好多班哦。对对对对，我就是在中和地方，我就住豆浆了啊。永和豆浆，是永和的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乱讲。你要应接，我刚讲到一半。今天呢，我找到一团哦，很厉害的舞蹈团，曾经在这个海峡杯也拿到舞蹈大赛的冠军。好，赶快邀请啊！今天为我们节目带来表演，掌声欢迎他们。团长啊，团长啊，让他喘一下，喘一下。我猜他年龄应该13、14啊。哇，厉害！都是同学吗？你只要点头就好了。不是同学啊。我一起来外面学舞的舞团认识的。对，跳得好有力啊。对啊。你们团员总共几个？总共有很多个，只是我们今天挑代表一个，代表一个。你们是海峡两岸的冠军啊。对，是是是，太厉害了。哎，奇怪，我们在访问小朋友，你站在那边干嘛？你是？我是他们的老师。老师。你是好像学生的老师啊，好年轻啊，年轻啊！我如果你换衣服，我们也以为你是学生。对啊，年轻年轻。是，我是他们舞团的老师，他们每个人都很会 solo， 所以都说了。solo， 没有没有没有写，没有没有。
还蛮像样的。那个不是乱跳啊，那个是。对对，我说蛮像样的，蛮像样的。对，我都看傻了。老师，你刚刚看瓜哥这一跳，觉得怎么样？太厉害，太厉害！这是哪一国时代有这个？这是一个万世代的。跳舞只要自己舒适就好。对对对啊，自由发挥嘛。对对，非常有 freestyle。小朋友，今天这样，我们结合一起来赚奖金好了。好啊好啊。那我们今天玩那个玩什么呢？一只碗，然后要上新叫叫。啊，喜上加喜。喜上加喜啊！你们有看过我们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五位女生来先触电。来，谢谢。女生哦，来，你们先站过来哈，派三个选手。啊，好来。你们三个注意看哦。嗯。我们接下来请他们，这个是初试。他们呢上碗速度快，你们待会会两个搭配一起上碗，时间秒数短的获得奖金3000块。哦，加油！所以你要挑你的另外一个搭档，搭档，我们会请他们一一上去，你们试试看找谁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就位，林玉书先生就位。就位。女生呢？你们三个注意看，女生单独上去要站起来哦，如果失败还要继续跑哦。站起来。要站起来。预备。好。要站起来。对，大家有初选啊。你们来看一下，你们到时候想要找谁当搭？不行，这样回来，这样怎么办？不行，这样怎么办？抢跑呀！其实不用起，不要跑那么远哦。可以，轻轻的就有了。现在可能抓到平衡了，但是时间已经拖很久了。轻轻的就对了，站起来。好，站起来就有了。哎，终于下来了。你们看到成绩哈？来，玉书啊，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？第一次跳这个。待会是两个人一起哦。哎，你只是表现完让他们三个，他们三个不一定选你哦。对对对。啊，来郑志熙。啊，郑志熙啊，也难得来哦。喂，来啊，志熙啊。志熙。哎呦，不要那么用力啊，轻轻的就可以了，不用跑太远哦。这原地其实也可以的。喂，跳起来，快跳起来，要跳。跳跳。就犯规哦！哎，这样其实犯规哦，犯规的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要离开的，站起来，加油！好，OK，OK，OK。哎，注意，注意，慢慢下来，你慢慢下来。你们如果这样子是犯规的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这样上，等我，这样就犯规啊！有一只脚在下面，这样犯规，一定要腾空的。很冷，今天啊，哎呀，这太阳晒得很冷。两位了哦，已经有两位给你看了，第三位啊，像张文琪哦，你们没有注意选哦，小朋友注意选哦，小朋友看哪一位？现在是重量级的姐姐了，哇，姐姐好厉害！重量级的谢欣了，因为好，虽然她重量级，但是她算是主持人最厉害、最厉害的，她是经验最厉害的。她不会跳，我先跟你讲一下，她不会跳，她是有经验啊。看到了啊！好，最后一位来，这个刘璇个子大，来一位，好，手长脚长，不见得这个很长。这位很窄，手长脚长啊，就跟我一样，手长脚长很累的啊。谁啊？谁？你跟他一样的？跟你完全相反。哦，好，有了，起来，好，慢慢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不要滑倒了啊，我们往后面一点。好，来，知道就好了哈。好，五位都表演完了。那我们让女生先选好了。是，女生，你的搭档想选谁？这五位：玉书、志熙、文琪、谢欣、刘璇。谁？玉书吗？玉书啊！你选玉书啊！好，来，请过来。你们，好，你们两个配对了，你们配对一组了，待会要一起合作。第二个，挑谁？谢欣。来，第二组，到后面去，到后面。你剩下还剩三个了，来，最后一位啊，文琪姐姐。帮小朋友拿奖金哦，哎，要努力拿奖金哦。那除了三组之外，我们也要加入吧？我们要加入吗？对，新农跟那个吴尊一组。你要问过我选谁啊？那你选我，你选谁？我选志熙嘛。那我选刘璇。喂，没有人叫你选，没有人问你啊，没有人问你。
进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动，可以。吃鸡啊，来来，好了，好，吃鸡吧，吃了。他记得参加，又不是要问你。那吴尊呢？那也只剩下刘雪啦，刘雪，刘雪啊。好了，来，那这个呢？好，我们那五组。其实那两组是多出来的啦。那既然五组参加第一名，就要4000块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同学加油啊！第一名4000块啦，第二名2000块啦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玉书这一组请准备。你们就是你们喜上加喜。好，那就背后17号的同学哟，现在要稳住，稳住，站好，秒数再表。好，这个平衡好了，来，玉书来，玉书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你看上去做，两个人平衡怎么做？哎，要把它要平衡它，你要平衡它。谁上谁先也是一个技巧。当然，当然。是女生上了，然后男生在后面抓平衡，他因为这两个都是女生，两个都是女生的，你说爬了，可以，往前压，反而现在是同学帮玉书在压哦，对，可以感觉得出来同学他的用力的程度，左边左边，厉害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哎，很快很快哦，来中间几秒钟，38，38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作战，你要讨论谁先上谁后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。没错，可以吗？你要先还后？你要先还后？预备，38秒了哈，预备。好，第二组是界定这一组了，平衡边啊，刚刚这里起跳了，有点跳太高，把碗给撞倒了。快，重新来过，秒数再跑，轻轻的，手要压，手要压哈，手帮忙压一下，来，轻一点，哎，不行了。先吧，先平衡，好的，对，上，先上去就平衡了，跳起来，上，跳起来，抓他，抓他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，抓他的肩膀啊，你不要客气，抓对，对，好，扶着谢欣来，帮忙扶一下，稳住，这下对了，一秒钟。你看，你刚刚策略定的，如果是对的话，就省掉前面两张。所以我就问你们，好好思考一下，不见得打赌比赛，打赌一定不一样，就跟那个龙龟一样。花哥讲的没有错，中了去压阵是没错。但问题是你上不去。对，我要问的就是这个。你上不去，上不太去啊。是大家要等你，你上不去。好了。你上来干什么？你不是选我搭档吗？我是表演龙哥给你看，他要表演我的视频包。你上得去？上去我可以慢慢起来，你再上来嘛。你上得去？开玩笑，我只是不想抢他们的奖金而已。而且他一下子就上去了，几秒？对方啊，谢欣啊，我这边几秒？49。哎呦，哇，3849，3849。你们策略是怎么样？想要先上，你要先上压住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要平衡。我对我平衡。压住平衡，来一位。好，大家第三组。好，他上这个男生小男生，他说他想要先上来压住平衡。目前有点不好压，看不好压，因为你身形也比较轻巧。脚碰地，脚碰地。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。我再猜大概30秒左右，到底几秒？几秒？第一名出来了，三个同学第一名是你们了。接下来看他们两个，如果没机会的话呢，你们就会领4000块了。但是接下来啊，他们两个应该有机会，一人组的，对呀。那两个根本就浪费时间了，对呀。不是，还搞不好还剪掉。我们先录一下嘛。我们先录一个3个人的版本好。我们现在这边恭喜他们好了。对，不然看怎么剪。吴尊啊，年轻的，好来，来，加油啊！你看流程怎样？你们。重新来过。
自己先闷完了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好湿啊，轻轻的就好了啦，自己先闷完，自己先闷完了，跳上去，你就自己玩就好了，到底要不要让我多久啊？刘璇玩多久？到底要多久？没对子，没对子，差不多了啦，超过两分钟了啦，来快上去以后完成它，还没，还没，好，看好，好，哎，跳上去，跳上去，跳，好。来来，很累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上不去真的累死了。我跟你讲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见他刚玩跳起来的时候，好像那个海洋公园趴在上面那个。对对对对。刚才不容易，那个平衡已经找到，是又跑掉了。那他们不练成绩，已经没有成功。我是跟你讲要预录了，马上先剪掉了嘛。来，青龙哥，青龙，有信心了吗？青龙哥加油！青龙哥加油！谁先来？这才，我这才是真的龙龟了。来一位，好，龙哥，龙龟来，龙龟来，好，加油，龙哥！跳不上去啊！好烂哦！好烂！往前跳啊！你不行哎，你完全差好多。跳起来！哎呦！哪那么简单啊，这个很难啊！好，太好了！女生先来好了啦！女生先来啦！你先稳定一下好不好？已经过来了。往前一点啊，手往前一撑。还有，前面前面。来来来，拼了！机会来了！平衡好了，自信。拼了！来来。来，快点，往前一点，快点，先稳稳。行不行啊？不然我们来帮忙好，我们来帮忙。完全不行，所以你以为我们很简单啊？哎，那你看，你看刚瓜哥趴上去，那真的不得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先颁奖，再来破他们的记录，好不好？先颁奖，再来羞辱他们。好，来，这是第一名在这里。不，先颁第二名的，第二名，第二名，来，过来，请一起。来，我们给彤姐好了，谢谢。接下来颁奖的是冠军4000，2000，2000，这是4000的啊。哎，祝彤姐，谢谢。礼物没送的啊！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跟我当当。文琪几秒？27啊！文琪是27秒，好好，27秒。好，你要先上，我先上好了。好，好来。现在是找我就对了，我们要打破记录啊！我们身为主持人给他难看啊！撑起来哦！撑起来，第一个撑起来，我们就上，就成功了。注意看啊，我们主持人示范出来了。你如果过的话，我奖金1000块给你了。1000块了，你有带吗？有，包包里面有，拿出来。他说包包里面有。包包里面有。哎，可能啊。新龙哥。2000呐。新龙哥加2000。这拢你的，能成拢你的，这给你的，好，那你要好好，我一定很努力，我是为了民主，你才忘记给你，你这种年龄不是我的钱的，我知道，这个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了，来准备了，皮带弄紧一点啊，对我反正上去你，我说平衡好，你要注意了啊，我看好你来，我就来了，你们谁计时啊？谁计时有了啊？走！
上了就脚拉不起来啊，脚怎么拉不起来呢？脚真的拉不起来。刚刚瓜哥很厉害，平衡已经很好了。对啊，对啊。为什么我们重的要轻？好来。好啊，啊你自己可以抬脚吗？现在抬自己的脚，现在自己抬脚可以吗？你现在就自己抬脚就好。又抬起来了，哎好，我厉害了，好好，哎左边压一下，左边压一下，身体往左，左边压一下，慢慢来，哎另外一只脚要起来，哎，手扶啊，可以吗？可以扶手扶一下再伸脚吗？左脚手压一下，有，好往前一点。你让所有的观众朋友很 focus 在你的左脚，哎，其实哦，你刚刚只差左脚对不对？你左脚想要抬，可是你的手没办法弯呢。你上去你又上。不是啊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个不用冲刺，是完全不用冲刺，你就站在这里。真的要常练了，他不用跑，他上去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在失败都啊，表现不好，要加油啊！谢谢。干一个礼物啊！加油！一个礼物啊！成功嘛！你知道我在听节目啊，多久没有拿到礼物啊？是，谢谢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努力啊，谢谢老师啊，继续送幸福。年轻人果然就是软 Q 啊，但是瓜哥勇于挑战的精神真是值得佩服。青龙哥模仿龙龟也是逗得大家跳嗨嗨，尤其是下次一定要来帮我们加码2000元哦。接下来进行新单元了。看我手上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足球，哎，足球模型的足球。哦，6月份世足争霸赛，哎呦，在俄罗斯要举行了。对，哇，这是4年1度的盛事啊，没有错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带动这个风气，好，来一玩新的单元叫世足争霸赛。我需要，我先示范一下，需要两个女生，两个女生，有没有请举手？有没有？我跟新牛戏，志愿的两个女生，我最喜欢新牛戏了。听清楚，志愿的两个女生，没错，志愿的两个女生，两个会，好，一位刘璇，好，这位是曾志熙，好，来，谢谢，我让你他们来举手呢，来，做节目一定要赏心悦目啊，还有，进行我们新单元世足争霸赛，新年好，来示范吧，正式示范了，好，来新游戏，世足争霸赛，快，不要掉下来，不要掉下来，顶住。顶住！好，哎呀，掉出来，快了，不然我，好，顶好，志熙加油，志熙，顶住，朝上一点，朝上一点，好，对，平衡，不要掉，什么事？你在干嘛？在示范呢。示范什么呢？这个叫做世足争霸赛啊。不是吗？就抢这个足球。就三个人站在健康步道上面，用管子传球，这是左传人生。睁大眼睛看一下好不好？这是旧的游戏，什么新游戏呢？没有，那个左传人生是红球，我们是足球啊。这只不过是换个球而已嘛。那吹不一样，这叫世足赛啊。那这过程都一样。我上次有玩过，你还送我吹风机有没有？对，就是这个游戏就一模一样啊。不要，你一定要站在上面聊天吗？很痛，快点，推动的，而且这大家都会玩，你干嘛示范呢？对呀，大家都会玩，不用示范。我上次没有啊，上次我是跟男生啊，这次是跟女生啊。上次我右手边是男生啊。哎，对，对，没有，那上次你旁边是我，不是你哦。对，男生嘛，没错。那不用示范啦，那不用示范，大家都会玩呢。会玩吗？会。那小时候画个球，讲的跟真的一样，什么全世界风靡足球，爱玩。等一下你就比赛不就好了？好啊，你等下比赛啊。我比赛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在欺负观众？不会啊。好了，来。对啊，让观众玩嘛。来，这我刚刚有示范啊，世足争霸赛，欢迎第一组，来。铁房珠，铁
田芳珠啊，做什么工作？哎，在那个电器公司上班。电器公司上班，今天不用上班吗？哎，今天请特休。特休？特休啊？组装机器、维修机器还是搬运？我们是做那个电器开关。啊，电器开关啊？开关的哦，没有做吹风机的。没有没有。啊，没有。为什么这么请我服装呢？他一直跟我要吹风机，很烦啊！啊，你在做什么？哎，我喺煮水饺哦，客家人客家人，专门在唱山歌的，带要福音啊！然后都带孙带大，哎呦，他完全没有正面在回答你啊！好，谢谢你们今天来给我们这样，应该很快乐的玩你们那个游戏，谢谢谢谢。贵姓？姓王，王先生做这个大楼的个管理员。工作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大楼了，大楼，你三位辛苦了，三位一组哦，要传好哦。你值夜班的吗？没有，我今天休息啊，休息，好，休息，三个来，好，来，请就位，来，男生在中间来，姐姐，不能掉出来，回去哦，预备，四足争霸赛，哎呀，其实就是本行人生要赚钱，眼睛要看球啊，看左边的，看左，手机要关关啊，刚刚没看球啊。先求稳了，不要再掉出来了，不要再掉出来了，别。你要接起来，你管家接起来。哎呀，回来回来。受不了了！来，你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平衡，平衡，平衡！我们都看好。中间为什么有点？好重要！才有用哎，才有用！伸手了，能不能顺利？来，稳稳的哈。对，正中。哦，不能碰，手不要碰。Balance， 手不要碰啊！是，喂，最新的平衡，最新的平衡。你管教接住，你管教接他，管教接他。辛苦了，有姐，大哥。哎呦，有没？大哥，球过，你都给你两对哦。你管子没对到，大哥。啊，快球，大哥快球。平衡了，平衡了。快球哎！走边走。
痛，对不对？很痛很痛，非常非常痛。哎，你刚刚在玩游戏，跟现在判若两人呢。终于可以讲话了，你刚刚讲话，你这边玩了好久哦。好恐怖哦！现在几秒？几秒？270秒。先谢谢你们来，谢谢。要不要？来来来来来，再组，来来来，再组。哎呦，这年轻的，年轻的啦。来，大明。林国伟啊，住这边吗？住附近，住附近啊，在上班。在地啊，就是现在是在等当兵啊，还没当兵啊。对，本来什么大学毕业？中国科技大学。好，你呢？我叫严佳颖。严佳颖也等当兵。不是，当兵啊，当完了。现在家庭主妇。我是教练。教。什么教练？什么教练？饮食教练。不用害怕，好好控制。我不用害怕，笑死。饮食教练啊，饮食教练注意到了，是一般人会找你配饮食啊。对，教人家怎么样吃会比较健康的。是，你想问他几岁是？对啊，26吧。我快40了。啊！快40岁！哇塞，保养的这个厉害耶！吃很重要，对，饮食是很重要，吃的真的非常重要。来，你呢？我叫林安婷。林安婷，看起来像30。现在在工作了吗？我是护理师，护理师，护理师辛苦了，护理师哦，男护理师啊，很难得。现在有在医院服务吗？内湖三中。好，第一组270的，轻松了，轻松。对手不是他，你们对手是我啊，来，来，请就位。好，来来来，来预备，第一组刚刚270几秒了，你们第二组预备，手不要碰哦。好来哦，开闭上眼睛。都没有失误哎，所以信心不是演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你会痛吗？很痛啊，脚底很平常少活动。你最好了，最不痛。我很痛啊。你很痛，很痛啊。他们都没失误啊，都没有掉下来哎。速度很快哦。哇，这第一名的感觉有啊。5-60秒哎，我看几秒？47。哦。47秒，你们不能失误，第十五就没了，不能失误，可以了。我要你们47秒，你们现在是坐一望一啊，对，你们先后退，我跟我的队员呢，好好心里喊话一下。这真的要47啊，加油！好，来一定要加油啊，我们自己要打气，打气，往先手来一起来，一二三，加油加油，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来啊，加油！在干嘛？加油！这是团队，我们是一家人。We are family. We are family. 那你以前都没有这样的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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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！来，对对，来，就位。哦，好，再叫各位。哦，好痛啊！加油！一气呵成了。还没开始啊！哈，来，准备了。世足争霸赛其实是走传人生。哪位？一定要这样讲吗？好，比赛，真厉害！哎呀呀呀，看球，看球！会动吗？会动吗？要走，要走，我们要赢，要赢，27秒要赢啊！四姐，为什么要这样走？太野了！为什么要这样跑？太小雨，为什么让我是太野？大伟吗？哦，不行，你不要太会。你这是他的绝招，他的绝招，这等一下问他一下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不要这样，快点，你玩就好了。
管，绝对没有在看重播，好痛啊！好，我们现在不是重播一下，志新爸已经开始第几球了啊？哎，志新越来越有这个经验了，来了，快落，来落，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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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不容易啊，不会痛吗？你又不会痛吗？怎么样？再来，大家讲一下，大家讲一下。快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讲，还讲什么？根本就脚都崩，要痛一个礼拜的啦。真的真的。我现在知道细心为什么这么恨这个。这个真的很痛啊！啊，你为什么自信？你一开始的时候，讲的管子要乱抖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下次你懂吗？其实它的管子会上下震动，它反而不会痛。对嘛？它的策略。增加它的阻力。我心跟你们都在一起的，真的。我看你们这样，我真的很难过，真的。是是是。We are family。好了，我们来颁奖了，来。谢谢。我们虽然赢了前面第一组，我们觉得赢得很不光彩。没有赢哦。啊？没有了。你要看一下秒数，你说不定没有赢第一组。我们掉那么多次的第一组。197啊。赢一点点的。哦，那第二组第一名啊。是。来来来，颁奖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礼物要给我们第二组的，是妈妈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你们哈，真的很动啊哈，谢谢谢谢，哇，四组啊，四组赛了啊，哎，准备开踢了啊，对对对对，来继续送幸福，对，瓜哥，这个足球争霸走传延伸设计的真不错，但是你只找窒息刘璇就有点太让人羡慕啦，接下来考验一下永和乡亲的体能，玩个我是美猴王。哎，我是美猴王，哇哦，这是女生版本啦。对啊，女生呢，我们今天能过关的不算时间，这样子过关能拿踩到那个金丝球就是5000块了。哦，有可能哎，有可能啊，这不是爬绳子，你想清楚哦。哦，这个比较简单吗？对对对，我们看情况吧，还是先玩5000好了。哦，好，5000起跳了，来来来，第一位第一位，好，第一位，第一位，第一位。这可以喊，这你好你好啊，这可以，你好你好，贵姓？姓周。姓周啊，周同学吗？嗯。现在念？什么学校？永平。永平高三公。国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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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为什么这么有自信来玩这个？可平常看你很少运动吧？是不是很少运动？就骑脚踏车之类的。骑脚踏车，骑脚踏车腿力很好。今天有人陪你来吗？爸爸他们，爸爸陪你，要踩到那个哦，踩到球哦，好不好？抓下来，来，请就位，好，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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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000块，预备，加油！好，这位国中的同学哦，好，小心了哦，这个没有抓到的话就麻烦了，先稳，哎，每一个环都要抓到，每一个环都要摸到哦，哇，哎，撑太久的话，当然就会浪费很多的体力哦，每一个环都要抓到，荡过去，你怎么会这么？进进出出的退，前进后退的，对，会进越退的，已经越退越来越后退了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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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走别走，有了。有力量了，有力量，没力量了。对呀，好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。那这个横杆是最难的了，单边上去。是下次再碰到他一定可以过关，可以，意志力很好啊，一定了，下次一定可以过关，可以吗？好，再加油，对对，不要失望啊，爸爸妈妈以你为傲哈，对你表现得非常好，是是，加油了哈，加油了，来来来，小礼物送给你，对对对对，不吃饭吃点心好了哈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来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好像第七步哦，
哎，这你妹妹啊？我女儿。你女儿？怎么可能？你结婚了？我结婚了，一个女儿的妈妈。你看她十六岁而已啊。几岁？28。啊，那看起来年轻啊。她有28，看起来像17吗？对啊，你说20什么？这第一个小孩吗？对，第一个小孩。是，哪里的？住在这边附近而已。住这附近。结婚几年了？2年多。两年多了。对。小朋友几岁了？一岁三吧，一岁多，一岁一个多月。他会怕生吗？怕生吗？这肯定怕生。爸爸，他会怕男生。他怕男生。怕男生。那你还站那里啊？你现在一个证明。他一直说没头。一个给你证明，你抱得起来，你就是女生。他怕男生。来，姐姐抱抱。姐姐抱抱。是姐姐吗？姐姐抱抱。阿姨刚刚靠在我胸口，抱起来。他真的把你当男生了。对呀。那你要玩，他怎么办啊？我单手没有啦，妹妹在旁边抱啦。妹妹，好可爱啦，妹妹来了。我两姐妹都很漂亮啊。对啊。来帮，这个应该叫侄女了。那侄女，侄女。来，你看，看这男生女生抱一下。阿姨也不行。哎。阿姨不让你抱怎么办？阿姨给阿妈抱，姨抱抱。这个是。阿妈。啊，有了，这个已经证实了。哦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那这样可以。你平常有在运动吗？平常我是舞蹈老师。啊，舞蹈老师一定可以。记住哈，攀上去就5000块，每一个环都要碰到了，每一个环都要碰到，来请就位。好，加油啦，加油！看妈妈加油，妈妈加油啊，妈妈加油啊，预备。好，比赛开始啊！我来看看这位年轻妈妈，28岁，也是舞蹈老师哈。进去了，没有问题哦，一环接一环，速度很好哦哈。有了，现在就爬到。没有在进步吗？来，放口说，接很赶。没关系，你继续来，你继续来。体力哦，好厉害啊，轻轻松松来啊，哇，对，他都是很结实的，他因为体脂肪很少嘛。对，刚刚不好意思，是我们的失误，让您耽误了一点时间。不好意思，好久。那不好意思啦，这样不行，一个5000，5000，我们还受得了吗？怎么办？当然要请到我们的主委了。哎呀，主委，董事长，主委又讲了。当属地方，当问题啊！注意，以后就注意。注意来介绍，这个鱼来，又见面了哦。来，董事长，我们在永和保福宫哈，是祖先是保生大帝，保生大帝是按大伯保安宫分灵过来，啊，伊这间庙创立已经195年了。哦，所以我们来对啊，都拢是请咱这台湾目前啊。各界吼，包括木雕、石雕，差不多把那个大师级的遐个拢请来，老师傅啊，拢请来。嗯，来得真水啦，有机会来参观一下吼。希望讲大家一旦来参观啦。对，加赞啦，来，我先拍起来的。啊，今天来家办活动啦哈，我个人先响应，先捐出1000啦。那制作单位嘞，再领2000。那加2000。啊，3000了啦，好。啊，你要请，注意提2000。2000。啊，你有照钱啦，吼。有啦。多少有啦？有。2000嘛，2000。啊，你5000。5000。这位小妹妹足厉害呀，做妈妈了哈。注意妈妈跟班长一下，再见啦，再见啦。对对。握个手，好了好了。三站还是5站？对呀，皮肤又好，人又漂亮，常运动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对，当属第6，我真也听啦，真久无看啊。对啊，我常常经过家拢数念你啦。阿廖，今天，阿五英，我再给你找你。OK， 好不好？好，这样拜托的。好，上次就抽第一部摩托车就给他抽掉了。哎，我都把金马箱往下面拿一条哈。你来挑，过年挑个半年啊。好，没彩英啊。没彩英啊。啊，你好，你今天来看战霞，因为他也在隔壁嘛。哦，好啊。我们主委很照顾我这个。那你要照顾我们呐，照顾大家。不来了，待会还有比赛，有需要我再叫你哈，记啊。来来来，谢谢。我们女生呢？我们女生有需要的，3个都有机会。我们应该给那个新来的朋友一些机会。玉书先来，玉书来。对。预备，来5000块哦。加油！好，没有限时间，我们来看玉书啊。还有，这个也算怎么说？那一位笑，屁股白白的哈，年轻这样的。对。
是身材又小小的，很耗体力的。对啊，可以可以啊。那体重轻盈的话，负担不会那么重啊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最困难的地方来就是来了，爬在这边。来，准备拿五千了，有没有？加油！等一下。刚刚赚到三千八，没有赚到五千，三千八就掉下来了。为什么后来体力不济？没有，他那个有一点斜度，不好抓，要怪他了，怪他。对，所以你知道前面那个小女生很厉害了，是，对不对？来，志熙，志熙，好，五千五千了，张志熙，加油，好，你们，哎，五千块奖金挑战赛。难得来终于到集合的郑志熙，现在开始进入挑战了，知道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拿出五千元的奖金呢？好，来看看他到底强不强啊？对，有强吗？有强吗？强啊！哎，有强，强啊！加油！是抓到跑道，是志强，加油！加油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，你再重来，喂，哎喂，喂，喂，你那200就下来了，对，那200块而已，快而已。Hello， 志熙不行啊？对啊，再一次吗？可以的。张文琪如果没过，你可以再一次。张文琪过了？没过，我没有过，我有玩过没过过哎。你应该会过啦。好了，我们说，他这个郭宗佑说练成这样哈，哎，你不要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了，然后抓了就过了。是，我们看他的女生在这个阶段，然后脚开始往上，是不是蹭蹭蹭的磨烂了？对，没了磨烂了。我差一个脚，这个要往前，往前一点。多多练哦，有啊，我都快哭了，你挣到五千块了呢。对呀，知道我会好好的，就是回馈一下我们保生大地。哦，有意义啊，真的好，真好。哟，讲到这里，我们的注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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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注意，这么厉害，冷清，冷清，这样的话，贵了，还得把五千万呢哈。来，再放张文琪，谢谢，张文琪，张文琪，谢谢。回旋，对，差点输掉了，对对对，但是毕竟还是过关了哈，谢谢谢谢，波星打打的支持的哈，接下来极限版男生组的有没有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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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跑马拉松？没有没有没有。那跑什么？短跑。短跑。对。大明。张凯翔。对，你好，我忧郁哦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看眉头有多忧郁。深锁哦。你什么学校？永平高中。永平高中。高中生是念运动系吗？没有没有，一般的。一般科系。那喜欢什么运动？单杠。单杠。我喜欢单杠。那就没问题啦。啊，这两位是什么？是请问。这怎么会没有脸呢？对呀，怎么啊？川剧变脸。没有啊，你不是川剧变脸了啊？不是吗？蒙面在唱歌的歌手，啊，蒙面歌手吗？蒙面歌手吗？不是啊，现在很奇怪的，什么造型都有哎。对啊，我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造型呢？啊，街舞的，跳舞的，跳舞的。哇，我们找个有脸的可以吗？啊，有没有一个人有脸的可以聊一下？有脸啊，哎呦，这个有脸，这个有脸，有脸，好久不见。哇，舞蹈老师，舞蹈老师，这是你们团员呢？哎呦，是是啊，你们比赛就是穿这样打扮成这样？对，这是我们的特色。是，嗯，哎，我还跟他学过舞哎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学街舞啊，互相这个切磋啦，互相切磋，你用切磋教我很多了，你学对，你学最多就是耍嘴皮子，对，他的课还不好上，我上好几堂哎，嗯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又看到你，就是最近忙什么？也是舞蹈比赛，也是。
IP Lockers 舞团成军已近四年，是各大街舞赛事的常胜军，还被称为是奥运等级的表演团体。他们也曾在全国第一的武力全开明星争霸赛中特别表演呢、啊。这么厉害的舞团，怎么可以不现场来表演一段呢？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! Lockers。前面的那一个记者，老师，你们刚刚记得你们刚刚有一个哦，急前急退的吗？对不对？那你可以跳一次吗？对对，大概是怎么样？嘣嘣嘣！不是不是，有这种嘣，有吗？有有有有有，对呀，师叔真的是真的不是随便乱跳的。那你们可以一起来一下这个感觉吗？一起就不用了，我怕他这个功力还没那么好。今天除了表演还要参赛，这个拿奖金嘛？对对。还有力气吗？有。就你们两个上。好了，现在打开面罩了吗？面罩，真面目的拿起来了。来来来，哇，这个优秀的舞群，台湾的舞群真的。哦，我的舞蹈全世界有名的了。是是是，两位大名叫一下。这叫什么？我叫卡布。卡布。卡布。奇诺。我叫小金。小金啊，好不好？布小金，卡布小金加上我们刚刚有两位哈，两位这个同学哈。四位的，我们还有男生有谁要参加的？男生谁？啊，那吴尊不行。吴尊这样，吴尊的冠军我3万块。冠军啊！三万块，好，你冠军了。啊，如果你那还没讲，那正常第一名是多少钱？正常的话呢？正常第一名8000啊。第一名是8000的好不好？对对对。啊，你第一名是？第一名3万，三万是我个人出的。你不要想那么多了，你能够走完就了不起了。如果你真的冠军了，我再加1万，总共4万。是如意吗？不能随便喊，我是真的要汇钱给人家的。我上次叫一个马国币，我也给人家钱的。对，有带吗？有。关系，那这四个加上吴尊，你就不要把他列入为选手了。一定输的，他冠军不会影响你们8000块。哦，没有冠军他是。对对，5万8了，啊，3万8了。3万8。4万8哎。4万8。4万8。冠军是4万8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好，来，你现在第一棒，第一棒、第二棒、第三、第四，好不好？第三、第四。好，一二三四，好，来，请就位。今天男生版本是很难的，已经往上斜了，所以加油，一定要完成，不能。比烂了哈，对，完成才算成绩。喂，第一个，加油！好，比秒数了，赶快速度加快啦！我们这位高中同学，来来来，赶快接过去了。好，对了，往上，那现在整个有一点。
侧边来爬就不太一样了，没关系，你只要上得去就可以了。抓到彩球就看秒数了，抓快点，抓，抓，完成。OK， 可见他小手蛮有力的。对啊，对，做肌肉哎，肌肉真的练到这里，没有，他身体很精壮啊。哦，有，你看，继续说，没有，其实有，其实有，他练到这样哎，哇塞。他练到这样，哇塞，扎实的扎实，他练成这样哎，练加速，轻啊，22秒38，23秒38，23秒做一万一啊，第二位请就位，好来，蝙蝠侠，蝙蝠侠，来我们再第二棒了，预备，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位蝙蝠侠同学，好，平常有在健身哦，现在装上来了，好的速度感还不错哦，有在滑行，有在滑行，小心啊，是，那么现在呢，遇到了这环境，大家辛苦一点。雨都下下来了，但棒子上面应该会滑，滑呀！没办法，对，天后我们不列入考虑范围。是，好，失格了哈，第三位。运气也是比赛的一部分，下雨真的是让游戏变得更困难了。主持人和来宾们冒雨录影也真是辛苦了。好，这位同学，这个舞蹈老师啊，说这个他有指吗？这不行，太滑了。用纸滑吗？没有什么用。没有什么用。来，这个四个了。第四棒。好，第四棒，老师决定把手套给脱了。这里，稳稳的啊，一只手了。任何比赛天气都不能成为因素啊，预备。是。好，我们看完这第四位舞蹈老师，那现在爬了两步之后呢，感觉他那个表情已经好像撑不下去了啊。加油！体力是不太一样的啊，没关系，完全没有关系的啊。加油！那现在来接第二根杆子了，手上抓在这个环上面也不好。加油！第二根不错了，第二根不错了。不错了，雨势太大。对，现在突然下起大雨，然后比赛还是要照常啊，还是要照常对。来，吴尊38000，48000，48000。现在你只跟他竞争哦。我觉得你爬过去就差不多高额奖金了，你只要上得去。好，吴尊，22秒啊！生活费，加油！可以了。我们是不怕雨了，风雨生信心啊！对，因为这种雨就变特别大了。你们。好，来看看吴尊，那现在要怎么来面对他这个？吴尊加油！加油！爬两步之后就要下来了，48000，他连第二棒都有问题了，加油！讲个48000，完全滑下来，可以看到完全滑下来，就这样了。校长，下雨啊，怎么办呢？真的太滑了，没有办法啊。郭宗耀，我试试看。你看看下雨天可不可以？下雨天，郭宗耀，加油！我们看看。盟主如果他也滑下来，那真的下雨天，对，就不是我的问题。我来看看郭宗佑，完全靠，我来看看郭宗佑，完全靠蛮力，他整个人架杆上去了，但是速度要比较缓慢一点，对，确实有影响，确实影响。纸滑粉遇到水会不会更滑？好，这个真实力，你看看，这真实力，整个人把全身荡到是那个最杆子最上面，单杆。加油！我没有看过郭宗耀滑的那么快，没有看过他那个慢，确实有点影响，真的。加油！一个彩球呢，他是拿得到的，他有机会。看得出来有影响，但是时间会受到影响。史上最难的，真的哇！第一个又高又下雨天很滑，对不对？又有我的威胁，没办法，老天爷就他比赛的时候就没下雨了。对啊，所以他是冠军啊，奖金还是得颁给他。对，诸位啊，注意杀青，杀青了。对，杀青，好。来，突然间裸花的哦，他们这么滑。来，最后一个真的不是的。不错了，不错，本来中午要下的，没下的。来呀！对啊。北拜啊！哎，叫杀青啊！这个单位嘛，杀青啊！对。来，当属定。当主就猛炸，冷静了，不行，董事长来吧，董事长你来，比较幸运啊，对的，但是他玩的时候就是比较幸运，董事长颁8000块给这位，啊，好，我们副总统的陶董事长啊，对，董事长你来，这是礼物，剩下的我们蝙蝠侠以及两位同学的老师。老师来了，我们碰到下，你看到第一棒占便宜了哈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是有机会再来，对对对，
下集我们还是录完了。对啊，谢谢谢谢，注意多谢档案。花哥，哎，对，冰奥兰公会挑战刚二十几秒的记录。谁啊？下雨的这个记录。刚谁二十几秒？刚第一棒啊，那个二十几秒，有人要挑战。是哎。你是嫌我们不够湿吗？没有。你可以过吗？你怎么可能过？那个郭宗佑都没办法。郭宗佑，我都没办法过了。郭宗佑刚几秒？对啊。郭宗佑刚几秒？刚才十五。对啊。对。刚刚第一名是27秒，郭宗佑35秒。下雨天35秒。22秒。22。怎么挑战？你要挑战？可以。都可以。现在这样。对。能够22秒。哎，真假的？我可以。好，看看。真的，哇！下雨下这样，22秒，哎，5000，好，22秒5000，五千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来来，好来，好，下雨哦，加油！哇塞，我们全身湿透，大家可以看，对啊，22秒啊，预备，好，来，刚刚第一位健身的人，健身好手，这一下子两步就已经过到第二个了，又湿的状态，有，他没有滑掉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有啊，他拿到了。不会吧，好厉害哦！哎，郭宗耀他好快，好厉害哦！简单了，太厉害了，有火梯呢！哎，哇塞，他好像躲不立马叫鬼嘞！对啊，用力，真的很费力，费力哦！应该是低过22秒了，低过了几秒？14秒33。14秒33还得了？困难，太滑了，所以一次就没力了。对，没力，没力，没力了，要爆发力。10秒再加5000，我没有放弃了。你真的没力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就颁奖了。好，真的吗？颁奖了，来来来，我让了，抽奖喽。来来，你3000，我2000。来，这是3000块。对，我们就不要动用到主委了哈。我们自己来啊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人蛮老实的，一次就是到14秒。因为他下雨天不好去施那些力量啊。他又怕过不了，他难控制。他想说22秒控制到18秒很难啊。很难啊，他有想冲个14秒。对啊，万一过了没过怎么办？对对，坐到哪下捞起的哈。谢谢谢谢，谢谢你哦。厉害厉害厉害，加多赢。当时就多加力哈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谢谢我们林主委啊，谢谢。来来，好，常委，谢谢，对对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总监哈，来继续送幸福哦，谢谢。主持人、来宾和乡亲，大家都这样淋着雨露营，实在是太感人了。而我是美猴王，这个游戏已经够难了，雨中湿滑的横杆更是难上加难，老天爷真是爱考验人呐。接下来我们前往台北文山区的护江高中，他们的女子篮球队可是鼎鼎有名哦。校友啊，杰出校友啊，我们董事长也是护江高中毕业的，难得在北部露营啊，对。但是我们在中南部一般都是挑那些什么世界级的啦，或者是全台排名第一名的啦，对，那种体育赛事来比赛。对啊，其实不管什么球类哦，只要是第一名的，才可以有资格来跟我们做挑战。好，我们就有 HBL 冠军的记录。真的吗？是的，你别看护江高中，我们女子篮球 HBL 连续3年都前3名啊。哎呦。不是第一名、第二名，我是他的这个君子很厉害，不会跳动到第8名、第10名，不会都是前三名。都前三，我一直在前三。这个是实力。瓜哥对运动也非常关心，我非常感谢。是，今天运动员有在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们的女篮队。好，你好，您是队长。队长，队长，自我介绍一下来。我是陆江高中连威。啊，连威，今年打完了没？打完了。打完了。那现在你是几年级？高三要毕业。哎呀，怎么办？要离开了。那不是就传承给学妹们，学妹现在有高一高二的吗？没有，全部高三。你们这群要毕业了嘛？对。那我们还访问什么？我们要祝福，对他们心路历程。你有就毕业了，你要毕业祝福人家。申请到学校了吗？有。什么学校？实践大学。啊，恭喜恭喜！哇，但是实践大学。啊，哦。对对，你呢？我是世新。世新大学。啊。哎，这问时间问过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问过了，不一样不一样，这两个一样的，怎么一样的？这个也是时间。射手啊，射手，射手座的，射手座，射手，我是双子的，你是？水瓶啊。不是啊。
三分球的这个控球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控球嘛，一看就知道是控球了。从哪里看？从哪里看？不是，他个子好，好控球啊。个子好。前锋，大前锋、中锋，对不对？是。对，你申请到了四星嘛？对，四星。四星都有学校念了，将来可能在战场上就是变对手了。哎呦，对不对？这位是我们的 U18，所谓的 U18就是国手。国手嘞哦。这个最好，因为国手越好。哎，这个没刚刚没听到 U18还不太想打，对，听到 U18那杜巴后啊那样。今天这样，我们大集合就来挑战一下互江了哈。哦，讲清楚讲清楚，是互江来挑战大集合。啊，互江来挑战大集合。刘选来，刘选。然后讲半年个什么高三呐，什么 HBL，你把你经历告诉大家。讲一下。我也是国中、高中、大学甲级联赛出来的。以前高中是淡水商工，对，淡商，哦，他们有，他们眼睛吓到了，有眼神也飘一下，吓到了吧？我大学也是世新大学毕业，哦，我们不是随便来乱的，对，对，我们是真的派出名将的，现在北中南我们都打过，对，玉树，哎，等，就拍这个就好了，后面两个我看就不要问了。玉树，告诉大家，自己告诉他，大声告诉大家。我是台北大学气管系系队。系队哦。哎，他们眼神都没飘哎，没人飘眼神哎。没有，我们虽然不是体保生，但是我们是很厉害的一般生。哦。所以你会打篮球了？我会。好，会啊，不要丢脸哦。系队啊。还有，志熙。来，郭宗佑，来，大声告诉他，我想他刚才完成变性啊，各位，高校长，今天啊五对五，我怕欺负你们，就打三个好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三对三，这样好了，强项啊，三对三斗牛半场，对不对？就这个半场，如果你们3-0，奖金5000块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万一不幸被我们赢一分的话，你们只最多，比如说3-2啦，哎，不，2-1，你们只有3000块钱了，好不好？3000啦，那5000要留在互相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三个来，三位来，我们就是三个，您派哪三个？我们三个，还有志强国小嘛？就这三个，是。哦，U18的哦，有射手，有队长。国小校队曾志熙这个秘密武器，这次就先不上场啦。来，投篮，开始了没？真的吗？你们都暖好了。他们24小时都暖好了。你怎么这么轻敌啊？你们都不会暖身？没有，我们刚才有。有暖身了，那就3对3了哈。三球定生死啊！好，来，那个裁判就我来了。裁判，我们自己来嘛。专业的裁判的，有吗？有。这里，你是？哎，这位大哥，你是？对，国家体育组长。啊，组长好，组长。他是主场，他那是吹这样有失公平。对啊，你会不会袒护？要公平公正，公平公正。真的吗？那体育组长，你懂篮球规则吗？可以。那不然怎么当组长？哦，来。是篮球专场的。哦，篮球专场哦。那就3对3了哈。没有问题。斗牛犯规就交换球权的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啊，应该是谁的？是球权是谁的？没有啦，那个以客为尊啊。我们的嘛，我们先来。我们客。对对对，可以嘛，可以嘛哈。来，第一球是我们来，就位。请开始，来，站，你的站，传到，看到，第一个就想投了，第一个就想投，你看看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到，过来了，等一下，组长，比赛就继续，哎，继续。就太快了吧！好，下来交给我们的9号选手。交给我们的9号选手。暂停！在干嘛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来！怎么回事？啊？你手上一点背过我们的冠军。你真的要压吗？对，你要压。对面墙都有房子。他们在这边练的快了吧？
快了吧？都是主场哎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不可以，我跟你讲，他们是投了进的，不可以让他们投。真的，我在练习。如果你被过，我就帮，我就让他们帮换掉。你们默契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然后一直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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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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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啊，他们在这边都三十几年啦，我们还多久，对不对？输也应该嘛，哈。比赛就这样的。而且刚刚3-0，5000块你会不会喊太快？哦，3-1哪有得分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在乱想，我们有得分的。我觉得他们打太流畅了，我们都是打各打各的。啊，球队就是球队，一盘散渣就是散渣，这一看就很落差。专业。所以他们是球队有这个。他们每天生活在一起了，对对对，我们也很想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可不可能嘛？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输就是输，没关系，我们也打得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几次造成他们威胁了，对不对？有吗？他们有有下有有有。你看那球为什么？那球是因为好空档的，没有板可以插板。啊，对啊，你在正中央，结果以为要进了呢，好可惜，好可惜，那一球。对，而且他第一颗球就想投三分线，然后就被扒到，就被扒到了，太低了，那一颗啊，很不习惯，对手跟我一样高。哦，对，平常。女生都算高的，对，那算高的。那该颁奖还是要颁奖嘛？5000块，来来来来，赢了就是赢了，对了，对，恭喜恭喜。你们是训练有素啊，难怪是前三名的。但是我们没关系，我们跟他比这个比不赢啊。对，换个方式吗？哎，篮球大风吹啊，大风吹啊，就6个人运球，然后哨音吹大投篮了，看谁赢啊。对，这个就几率了，这个几率运气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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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就来篮球大风吹了。来来来来，1人对3对3篮球 PK 赛不负众望，输给了沪江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玩个投篮大风吹。一样，双方各派出3位在场内绕圈圈，听哨音先进球的就可以淘汰对方1人。篮球大风吹会有音乐，听到哨音一吹你就投篮。如果是蓝色球先进，我们就淘汰对手一方。淘汰一个人，好，你可以找指定看谁离开。哎呦，如果你们投进去，可以指定他们3个有一个人离开。好，你看，定了，我们先试一次好了，试一次，这次不算的哈。来，音乐。我的现在就已不是我，热血的沸腾，你。这个就很明显，就是互江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淘汰1人队的1个人离开，然后一直等到把他们通通淘汰，你们才算获胜。来，你们听清楚哦，所有淘汰完了才能够获胜哦。你们讲的。我跟你讲，突然的，我们家祖先有个头，然后我们两个负责把他们的球打掉。对对对，跟我上一次，上一次也玩过这个游戏，我也讲过同样的策略，但是没有成功。但是是有机会的。有机会。你投的对。我们看谁最接近就谁。还是拼命投。还是因为有经验呐。上次你给他们一点什么建议？就是呢，卡他们。哦，就可以卡，干脆不要丢，就直接去毁他们的球。对，你们还是要进球。你要丢，你要丢。你们没有进球，永远结束不了。对对对。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能急，因为他们不一定会进嘛。你就是瞄准了再投，不要急，不急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你放轻松。来来，加油！撞他，撞他。好，来，这位。
记得走这个圆圈啊，各位看到我们球表，一人拿的是这个球，互相拿的是这个球，所以我们看第一颗进的是哪一个球，就知道谁赢了啊！来，围半圆圈，围半圆圈，不用运球了，不用运球了，但是要走动，不走动不行哦。走在黑色线上或里面哈。来，再一次来，我好紧张哦，我好刺激，没劲没劲，怎么这么刺激啊？你们有，你们有也会害怕哦。公布队了，来来，一样一样，梅花座，梅花座，来音乐，走好。这一颗先进啊，这一颗，他们互相先进，你要淘汰哪一个？哦哦，被看穿了，这下麻烦了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我们你们有胆识一点淘汰我们，玉书的窒息啊！校长校长，他硬要淘汰我。我这样说，把他留下来，哎，哇，这样子才可以更显现出我们互相女儿的实力。所以你，所以这两个你淘汰谁？玉书跟，好淘汰志奇来，二对三啊，很有机会来，来，来来来，三对二了，加油，你们还没输哦，还没有，走。林玉书下来，剩刘璇了，刘璇，剩你一个对三个啊，把他们淘汰，一个反而好投，一个反而好投，来来，请就位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，用音乐欢呼为主。射手吗？对，射手，射手，射手。那随便让他了，他们两个不是射手啊。还是很厉害吗？好，三角形，三角形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瓜哥吹哨的时候是不会看的啊，是公平的啊。你们。我们真的输掉了，你是背对，我没看到了。啊，来三千块要颁奖了，来来来。哇，厉害厉害！哇，你这样得了8000了呢。大七科连败两局，沪江高中果然是 HBL 的名门强校啊！但是今天不赢一场不能回家，瓜哥还找沪江董事长赞助奖金6000元。我们来玩三分线投篮挑战，沪江挑出女篮最强选手，我们只好派出混充女子组的中佑。来一位，听哨音，每一颗都要听哨音啊！哈，一位，yes， 来来来，观众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就有5颗全进就赢了啊！第一球再给他进啊！稳定，稳定啊！
第三颗。加油！第四颗，一比零可以了。对，一比零可以。第四颗，一位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刘海吃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哎，记得一件事情哦。
镜头才拍得到 ，OK？ 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加油！给我 take 我，预备。处理来嘛，董事长，对，董事长有3000要颁给你们了，来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，董事长，好不容易赢得那一球，谢谢了，哇，对，真实力啊，所以你们赢了3000了，对，刚不是6000吗？啊，没有，这3000凹本的，现在再一球，你们凹本，你们再一球吗？你们说一件一件来吗？一件换一件的，不是，他现在要凹一球嘛，那一球，董事长要2000，我们2000就4000啊。不是，那你怎么拿到了凹嘞？第二件事，对啊，你应该要多给人家。这现在凹这一球，我们可以给其他同学机会吗？那给谁？男生可以啊，有没有事？可以啊。射手，不是，然后来，王伟，派你啊，少派那个。给王轩一个机会。啊，女生就好，派女生就好了。女生来欺负你好不好？不会啊，来给你机会了好不好？好，来准备好，准备好。来。就是在互相高中非常热情啊，对，留住我们不让我们走，我们 OK 顺应民意，当然了，这一颗是就是4000呐，好不好？好，4000哦，一颗就是4000呐，一颗就是4000，对不对？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派你来，你是真的很能打吗？我不晓得，有在打篮球吧？有啊，应该这样说，互相高中推动运动不遗余力，我们校内所有的好手也都在现场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就女士先了，女生先。好，来，我们这次我们先找。这个都是3分线，你看选什么角度可以？我找。看熟悉的角度啊。好，好，选一点啊。这个也是3分线哦，这是3分线哦。来一杯。好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做实赛哦。来啊。做实赛就进这一颗哈。做实赛就进这一颗哈。有了。生死的嘛，啊，不好意思了啊，很明显的，对，总共有4000块，对不对？对，4000块的就是你，我们刘璇的，刘璇，交流啊，大家有输有赢嘛，谢谢，这个运气啊，谢谢，同学今天有压力对吧？上电视就有压力，上电视跟底下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有压力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锁住明视8点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